重庆新人在杭州某火锅店办了一场婚礼，每桌来宾都可以扫桌上的二维码点自己喜欢的菜。被问到为什么在火锅店办婚礼时，90后新娘小刘表示，酒店档期都排到明年了，因为自己是重庆人，爱吃火锅，所以就办了这场火锅婚礼，希望自己的婚礼能简单一点，朋友也吃得开心一点。新娘还霸气地说，不够的话拿手机自己点。来参加的朋友纷纷发朋友圈，激动地说道，这个份子钱真的可以吃够本了。你看别的婚礼随份子可能得看关系，这种婚礼的份子钱随多少还得加上看食量，各位请自行准确定位后包红包吧。